想我了吗？我在楼下，一会儿见。优秀的设计师艾莉安呢？你到家了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安娜，你怎么来了？想你了不行吗？你干嘛那么惊讶？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快告诉我，有没有想我？呀，你好烫，快过来坐一下。你也太不爱惜自己的身体了，老是让我担心你。安娜，你听我说，现在不是解释你为什么没有照顾好自己的时候。你都烧成这样了，来，我替你做主，今天你就放下手头上的工作，好好睡一觉。我先去药店帮你买点感冒药，然后再让酒店帮你煮点粥，好吗？